شفاء.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解开你的心结，你明明想来，不是吗？生下我和姐姐之后就离世了，只有父皇常来这儿悼念。吞帝的心事无处可说，或许只有你们的母亲才能明白，所以吞帝他每年送你的生辰礼都放在你母亲的灵位之下。送给我的是吧？都一样。